开始了，开始了，一样手速，手速，有手速，开始人家顶过去，不然就记了。有，我在盖兵营了。好，女仆，你可以把你家围起来了。没有用，我这个是一刀切，所以。韶关的话，我记得以前的话，我们不是要派工兵去炸嘛，然后会架一挺机枪，挖个壕沟在那。对啊，只是我们现在玩的是一代那个一样、oh. 要拼那个手速。我要闪兵哦！快快快，中尉，快一点啊，中尉！快！那我就玩炮兵。你的人怎么还待在家？快去站点啊！啊，他才刚出生，我在努力啊。好吧，不行，我不能对我们的队友太生气，所以要温柔一点。COs have what they need to call in artillery. All set, go ahead. Sapper unit ready. Give me more lights. Fuck's sakes, another bloody stroll. Hey Jimmy, get some charges laid out in the spot. In you go, Jimmy. Marching orders received. Right, on me, Sappers. Troops have secured the munition. Troops ready, sir. What's the word, sir? Remember, here I am.Sappers ready for action. Ready for orders. Moving in. Go ahead with your orders, sir.先跟你确认一下，你知道我们是要站那个新的点哈？有，我知道。Italian HQ is confirmed. We can start securing resources from the area. OK, 右上角炸桥准备好了。好，那怎么敲？我突然发现他这个模组英军不是叫车辆，是叫是，看一下啊，是一样是跟美军一样是造建筑，所以我要。攻吧，我的侦察兵。OK， 他人跟桥下去了。好，我在这站啊。中间交火喽。你的侦察兵要被干掉了，小心！撤退！
他这边都没怎样，我。要小心，他们会修桥。Our front lines are collapsing. 行，我的可以炸桥，可以炸桥。等他们人上来再炸。German target has been destroyed. 现在都这么残忍的，是不是？最大号啊！什么东西这么残忍啊？等他上桥炸入河里，看他慢慢溺死。啊，玩太快。哦，靠腰！我突然发现这个点哦，它是四个胜利点呢，所以代表我们要想办法攻下其中一个。嗯，等，你炸药埋了是不是？我没看到。我还没。你还没？啊，你不是说等人？不是，你要先装好。有啊，我现在这個……哦，我现在开苹果。等一下，我刚刚才刚把他送到而已。对方来了，对方来了。有，我看到了。去吧，我尖兵。笑死。没问题的，小事一桩，解决得了的 ，OK 的。没救不得呢。不是，你炸药要，我意思是说，你炸药要先装在桥上，装好了，等他们人过来再引爆。我知道，刚才还在研发。哦，好。刚研发好，马上就叫人过来了。这无限连兵 OK 侦察，太棒了吧！空中侦察。干啊！你有侦察兵吗？我有侦察飞机。侦察兵帮我放在这里，然后记得要开那个开侦察效果，他才能帮我看远一点。好。Your replacements are mustering.我需要油料。
SEOs reporting they have destroyed a German target. 我要去射炸弹了。啊！等一下，等一下，我在交炮击。好，那等你啊。你现在可以盖巩固点吗？我需要油料跟炸药。油料跟弹药。你说我们在这边的还是对面那边？我们这边的。你知道怎么巩固油料点哈？你可以说一下。你点一下工兵。哎。然后左边不是有一个小人那个防御性建筑吗？哎。有一个巩固点，把它盖在那个油料点上面或弹药点上面。好。你说关厕所吗？对，关厕所。那我先不装炸药吗？先不装，先不装。等下，你的步兵往前冲了，他干嘛？没有，我只把他往旁边撤。OK。突然往后撤。中间需要有人看哦。有，我中间有在边的步兵因为人数太多进不了房子。哦，九个人太多这样子。我看到了。是是是OK， 我设了一个油料跟一个弹药的巩固点。OK。我需要帮我再盖一个油料点的在这里。OK。然后还有弹药，弹药还有一个需要，盖在这里，在他旁边。对，这样我们等一下炮击，你会有很可怕的资源。这个军械库好像还有。Reinforcing。如果你需要医疗站的话，我这边有放个医疗站。我有放。南边有东西来喽。耶、yeah ，好像引爆了什么东西爆掉。乔炸，爆四干！哇哦！OK， 我再帮你设那个弹药的那个点了。
需要我需要有人先。你有没有办法先解决战车？我现在需要的是先解决战车。没办法，我现在还没干那个装甲的那个。啊！干了我的指挥官！中央需要支援，中央需要支援。哪边？爆尸干掉了 ！My God， 谢谢兄弟。我叫两个破炮。好。Italian HQ is ready to start securing resources. No, no, no. 那两个侦察兵要干嘛？我要把他先拿去前面看一下。不是，他不是这样做的。至少让一个活着。好。他不是这样子拉的，不是这样拉，快撤退！是，我找他。不是，快撤退！对，奇怪，我不是标这个点，他怎么在这里？我怎么知道你标哪一个点？我标的是左下角。真神奇。道士又来了。火炮来了。你要注意一下哦，你看我们现在一个995，一95，一个997，对不对？我们要想办法占领这个点并巩固桥头堡，或者是占领这个点巩固桥头堡。Okay. 看我们要打三个小时哦。有这么夸张吗？不用吧。我们现在点数没掉啊，重点是要让对方掉点数，你懂我意思吧？那你等一下需要侦察车跟我或侦察飞机？我不需要侦察，我自己就是炮兵。先把中间的点占下来。下，我破炮打过去了。你有炮击之类的东西吗？我破炮，轰炸这里。好。
German target has been destroyed. 需要更多油量。觉得我要点闪兵还是点 P 四七？看你啊。本我的炮兵。等一下，你想攻上面还是中间？中间吧。中间的话，那代表那个必须要建立一个坚固的桥头堡。我们必须要巩固从这一侧到这一侧，所以会需要强大的装甲部队。看一下，我可以盖中间。我要不要先去站中间的点 ？OK 啊，你先站啊。站在中间射啊！对啊，如果要炸那个入口的话，距离不够，太远的话不够。不要拿他的 NG 射。哼，我可以炸他家、欸。那我炸他家好了，你觉得呢？我直接炸他家好了。我跟你说，你那个侦察兵，对不对？不用住进房子里面，你叫他找个掩蔽物，然后不要让他动。他左下角有个望远镜，他打开他会把自己隐藏起来，你看的视野会提高。听得懂吗？嗯。你看它变成预警状态了嘛？对啊，你记得那个攻击、攻击要关，自动攻击要关掉。好、暴尸！暴尸！
我可以啊，不行，刚才就被 miss 了好几次，那是什么垃圾 AD 啊？看靠腰，他一个执着炸弹把他炸。我叫两个那个第二台 boss， 第二台 boss。OK， 好啊。好、嗯哦，有这把有几种？QM's just distributed supercharged rounds to the Arta line. Off you go, gents. Let's get this trench done, gents. Aye, tell us when we know. Let's get this over. All right, boys, order. Target King Red, map reference 1. 25 down to near 7. AT rounds gunfire. 我现在有风中之刃哦。我有侦察，你要叫。你是不是被炮击了？对，敌人在炮击我，帮我找一下敌军炮击在哪里。好，我叫侦察技术。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他炮击在这边，我要执行反炮击。OK， 我也来。你的人最好闪远一点哦，那个太密集，他会往密集的地方打。空又不能过去，还有防空炮。干没中。OK， 我先切换一个到反击炮塔。嗯？我用狙击弹幕去炸他。战车来喽！好，你有反坦能力哦。有，我刚才把我的反坦克炮拖过来。我现在在等你推进，我油料不够，我没办法造战车，有办法造战车？我可以，我可以叫奥雪曼。好、哦。60哦。哎、欸，我可以至少可以叫个三台哦。那、欸、你就直接叫三台啊。不过你要小心哦，他战车还是有分哦，就是，该怎么讲呢？他的战车。一般的雪曼的射程比较短，是支援部分，然后后面场馆的是专门打战车用。然后一样，步兵在前面当坦，当盾，步兵在前面先让坦克接受攻击，然后让你的战车在上面朝对方开火。嗯，不然我们基本上就是打火机。那等一下，我先帮我的那个反坦克炮建阵地的话，它要怎么建？要压住右键往前拉拖曳啊。哦，所以我工兵不能帮他堆沙包，就对了。帮谁堆沙包？我的反坦克炮。没办法啊，那个应该是你的坦克可以升级他的那个沙包墙啦，就增加防御力。我们会不会冲出去就遇到 boss 啊？有可能哦。那我是不是应该先叫个 N 十出来比较安全？Replacements are mustering now.
所以我们才需要侦查、啊，怎么了？怎么了？没有没有，我想说我叫四号转炮，四号转炮。是啊，好。没事没事，被我的十七棒干爆。没有，我现在打算是叫 M4， 然后升七十六。这个东西，你反坦克前，反坦克炮前面是你的碉堡，它打出去就是先打你的碉堡，懂我意思吗？挡射线，你射线被挡到了。我知道，我在抢。先把我的工兵往后线。OK， 我有战车了。我看一下，我能叫什么？干，我只能叫雪曼。我叫三台雪曼。啊，我还有一个阿克琉斯。我叫一个医疗车放后面了。好。OK， 我们的雪曼出场。我先请 P47 轰炸一轮，然后就差不多推了。我看到大量的炮士在这里，他们也在集结中。我先叫炮击。我先打前面那个弹药水。我叫 P47 轰炸。有看到那个炮士集中点吗？有看到，你看好不要了。快炸，快炸！再炸他一次。German target has been destroyed。看到了，可是我最后P47扫射而已，我只能扫。扫射，扫射有啥用？有，因为我的那个空中轰炸还没解出来，对不对？不是，是他 CD 还没好。好好，哎，我弹药不够。OK， 我弹药再要炸完了。我有照明弹，你有需要可以跟我说一声。是，好，我 P47轰炸一轮了。OK。有 ，nice kill， 哦。我打一台 boss。不需要更多的弹药，还有哪里可以加弹药？好像没了，只能推进去站点了。好，三台选慢了。记得先给他升级哈，七六嘛，好，七十六，冲啊！我有一台 N 十，两台 N 四，一台 N 十要出来，先我把我步兵集结起来，我可以在空降一个闪兵过去啊，来三图 ，OK， 等一下哦，我等一下要先攻这个点，巩固之后呢，我可以想办法稳住上面的防线，那你可能要想办法稳那个桥头堡。等一下，好，有三台装甲车都到了。那我可以空投补给。可以啊，我要照明弹先一发。好 ，OK， 要推进喽。我打了，我推进了，推进了，战车跟着推，跟着推。载具升哦，载具升。步兵先冲，步兵先冲，不要让坦克在前，不然他会先爆炸。载具。散开好，散开。战车卡住了，战车卡住了。敌军炮击来了。要让他往前了。踩到地雷了。靠呀！搞一台受爆了，浪费两败俱伤是怎样？
发生什么事了？撤退，撤退！你的战车来了几车啊？有，可以、没有，我做乘组员可以撤了。没有，你的 N 十啊。不行、他不能撤退啊。这一台，不是啊，往后开啊，往后开，没叫你往前开、啊。哦，我跟你说技能上的后撤。没关系，我先把这点站起来。OK， 你先把中间桥头堡站起来。我把弹药库站起来。没有，你先站这个，先拉他的点，然后派闪兵。你还记得你有闪兵哈？你登场了，修车。你有办法再多叫闪兵吗？或者什么？CD 在跑。其实应该是，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从后面来。然后你想办法把战车或步兵派到这边去加固防御。敌人来了，我需要支援。闪兵，我需要支援。在打。NCO's reporting they have destroyed a German target. 我派我的步兵去抢上面的那个，有一台步兵战车。靠背那个炮兵在搞我，敌军炮兵啦！我想办法把敌军炮兵给炸。看一下可以再叫什么？我再叫两台雪曼，第六的。好，快点，我们必须巩固这个点。我在等我的 S 修好。对，我那边步兵去。要把地方炮兵给炸了，快气死我了！妈的！我先至少派一台 S 过去。闪兵需要再一个闪兵，你需要再一堆闪兵，你闪兵快挂了。来了！那个闪兵先撤！来得及哦，来得及，刚好。OK， 文石可以过去了。你的反坦克号可以往前拉吗？可以，拉到对吗？这是抢桥头堡吗的 N 十？如果步兵的话，往前拉。好。我去巩固上方的点，你想办法站下这个地方。好，看一下我的步兵。
等一下，好像还有第二门炮，找一下。你找我空中轰炸，看到了。我看到了，他还差 一滴血，我来处理。OK， 炸这里。啊，看到第二门了，第二门。好。我弹药不够了。啊，我意识起来了。机会。NCO's reporting they have destroyed the jump. 不够，够力。然后我们先练兵被炮击干掉。你没有派步兵跟随啊？滑翔翼的登场姿势真帅，是没错啦，但是注意那个滑翔翼被打爆，他就没把它当成基地，对啊。三图三图，左侧左侧开火。那边应该不需要我全班过去吧？不需要不需要。好，这边一样三塔哟。这个点要站 啊记得挖战壕那些，记得挖战壕，你的步兵比较不容易死掉。嗯，这是防御阵地，怎么不让我挖？你没有站那一格啊，你忘记了？你没有站这里，领土没有连接。有。嗯，先去抢油料。是打到这里来了，他从家里射的。对。我把我的反坦克放往前了。好。可以站一下这个油料点吗？然后战车摆一下阵势，侧面会被干爆。这边有一个道士，他干掉一个道士，我看到了，但我目前无能为力。没事，我把他打掉了。我用炮击支援。
更需要你再往右边打一点。有。哎、欸，你那台应该没救。我那台应该没救。不行，过不去了。对。只会让战车单枪匹马。没有，我那个时候也要往后拉了，可是来不及。啊，这一代没有倒车键哦。哦，我的那个坦克炮的火箭还在这里，被干爆了。没有，他还在家。掩护我的，我要再叫一次第四期。靠呀！来一发、啊。OK， 先被震慑了，我赶快包血漫往后跑，要死定了。那个爆士还没爆，没有反弹。我努力从这边打。快，我们需要反弹支援。有，我用我的七五在打。先震慑敌方载具，然后派兵从旁边冲。再次 P 四七，有车瘫痪了。靠腰，你炸到我了啦！哎、欸，哦啊，我的人啊！干你！撤！干这样还活着？迪亚特来了！